到了有一些咱们那个放山习俗中的一些食物啊，看那个乌拉鞋啊，这个护脚啊，穿的油圆，嗯，还防那个树根的树扎的扎你脚啊。这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鞋，这个乌拉鞋。乌拉鞋咱们一般都是那个牛皮缝制，啊，牛皮的，也可能有极少数是猪的猪皮啊，野猪皮的做的啊。它这个里头啊，里头缝制，你看了吗？这个是人工做的，做的。可能更早的话就是人工搞那个什么粗绳这么穿起来的啊。后边那个鞋带也是这样绑这个脚上，里头炫上乌拉草，啊，乌拉草那个什么。既暖和又柔软，哎，乌拉草啊，夏天的穿它就护脚就养脚。咱现在看它更硬啊，穿的不得劲儿。可到那时候就干啥了？但是我没有亲身穿过，也没体验过啊，只是说，咱这么说就明白了啊。袍子皮呢，这个铺的，既那个什么的暖和啊，又防潮，而且还有一些那个蚊虫不靠。嗯，这袍皮这么好啊，就是好处。嗯，这个参包的咱们挖到这个人参的怎么来保护它呢？首先要抠一些苔藓了啊，苔藓吸水嘛，啊，吸水柔软，把人参包起来，防护它那个什么损坏。那个它这个要碰到手捏了怎么整呢？外边再搞这个坚硬的桦树皮，哎，把它包起来，叫参包的。打参包的也是个功夫活啊，有打得非常好的。这个据说呀，咱们。他们现在也可能是实践经验，就是说放在阴凉之处，保三个月以上，嗯，人参不变。因为啥？咱们过去啊挖到人参后，要等着什么呢？封浆，冬天了，封浆以后，到了吉林船厂和营口那边去交易买卖。这个黄梨木雕刻的老把头，哎，老把头爷，这个有年头了，在咱们啊。这个是国家三级文物，咱们现在已经鉴定出来啊。这个在咱们东岗镇呢这块啊，这个地区已经，就是说现在人的证明的话，也在上百年以上，啊，具体什么年头，有说明朝的，可能还更早的，这就没法说啊，几百年以上的历史，啊，这现在说法考究，那这个呢，咱们报到省里以后啊，批是国家三级文物啊。在哪发现的？在咱们那个北岗那个地区啊，收集的。是，嗯，一个什么呢？一个放山把头，保存的啊，嗯。过去呢，什么呢？放山人这个放山的或众生呢，家里都要供奉这个老把头和那个三身王啊，包括有个元神王，他这个家里都有。文革期间有一些就是这个破四旧嘛，毁了不少。这个就是他唯一稀罕的是，最后有人说的分家产，分那个队儿哈，生产队儿，后期分东西时候，他就专门要了这个。哎，锁宝棍也叫锁宝棍儿，哎，那个，这是那个什么的签子啊，咱们那个挖参的签子，啊，这个是那个什么呢？鹿，大家抓紧鹿骨做的啊，抓紧啊，好好，咱就哎，这个是灶头啊。快讲，来，灶头，来老灶头，看看啊，来灶头，这里头啊有个什么呢？咱们这个民国的府中县志记载了，老把头是3月16就在府中这个节日啊，放山的把头就在府中过他这个老把头节，3月16都是老把头有放山把头有木把头有什么？但是咱们府中是过这个什么？采参这个放山的老把头节。老把头比较认可的，现在说的是孙良说，驾舟来阳北京村，漂洋过海来挖参，啊，路上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个拉拉姑，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寻我寻找，不和我上寻，啊，再有那个什么路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就是后人敬重他的那个什么这个仁义啊，仗义，他的这个品格，把他尊为老把头爷。啊，这个就是咱们这里的话有个谁那个咱们啊这个王主任那个他们那个什么编剧啊编写的这个人参王国被拍成了中央台播放那个52集那个动画啊动画片，这个当时引起轰动。这开秤砣，什么开秤砣呢？就是咱们到了这个什么呢开始交易时期了，这实际是人参的交易开始啊。
就是和一个公信力比较强的大伙公认的对人生这个评判比较准的人，有经验的，来看看每个人挖的拿下来的人参你价值多少，然后公推那个一两个人就给你过秤涨秤记录，记完了后堆在一块儿，有那个什么呢，有你一个人或两个人在这个封疆以后顺江上那个哪儿交易，这也是对人的一种信任的，他要背着人参卖了钱跑了你很麻烦，这帮人感觉就在恶意动啊。这个是咱们抚顺这个过老把头节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当时的服务员一个，一个场景，看看。